Xin thiên cộng quan lời tỷ走前这条路，希望会当弥补受益，会教伊当文好，因的死的罪过，你唔通安尼死讲，就只有故乡，就要爱伫个生命。你一个人，要哪会无爱伫生命？你拄则伫咧讲当文好，甲这个当受益。你卡会要用死来谢罪呢？若无我告诉你办法，我无法度挽回伊的性命，我只会当以死谢罪，报偿于你。你唔通这尔失志啦！这种的代志，唔是死就会当解决啦。你死，伊在天顶嘛看到袂忍心嘛，对唔对？你听我讲，你着逐天念经念佛。回向予伊，予伊站在迄个天庭的所在，会用去收一寡阴德的就好嘛。念经礼佛，当真会当回向予伊？无唔对，也你是看你的相差，无生平凡人，想必你有地位啊。我着讲你故事，甲我同款啊。我的江山是我的皇帝，所以我怕的。就讲江山啊，你敢不知道我是皇上吗？当然嘛知影，甲你讲一下笑开，你嘛笑一下。既然你是皇上，那你是你就站在迄个一个花园的所在，建设是景的景堂，大家念经礼佛，回向好意。师父交代，谨记在心。敢问师父，
你的尊姓大名啊？我的尊姓大名啊，您请我小姐等。郑天素，你交代的言语，字字句句谨记在心，不寻断绝，回转后宫，建起佛堂，为天念经，礼佛阿弥陀佛。你心本来就带混混，你阁硬要爱这个南北条，即马叫你去念经礼佛，死狗啊，就将你娘母收倒转来咯。